文仁，到底是不是你？是就是，不是就爱顾。是我。你怎么这样呢？大人，大人，抓走！大人，爸，爸，哼，一关卡下，我带回去，嫌未遂，两条路给你选。 头一条，甲我处罚，我心不甘愿。爸，你不是讲你的报啊，爸？哼，你若是惊死，第二条，法国商城，吐出来见我。 你老爸找无囝，文仁，来，哎，强，文仁，你过来，来，小心点，你一定要告诉我。 爸，是我家己来找我的啦。那呢，我甲上城，你就是利用伊去摕着的。我讲这就是凭我实力去摕着，甲伊无关系啊。你甲伊斗做伙，人敢要相信你是凭实力去摕着的？文仁啊，我生你这两个，你敢听爸爸心肝是我听？从细汉我都唔捌甲你拍的，啊，凭你的聪明甲才情，做啥物事啊拢会用的啊。 现在你给红牌，我安个查某去斗阵啊！平常时我是安怎教你的？啊，做人最重要就是信用、名声。你今日给爸爸真失望啊！本来我是想讲，你个义军拢大汉啦，我的事业哦，渐渐要教好恁啊。 今仔日做这种代志出来，我要甲放互你啦。小英，阿姐。 你若要叫我承认啦，我这是苦肉计，你若无承认，对峙了，然后林静才带去，恁老爸真是找我行。文贤。 要紧，你过来创啥？应该讲的，我拢讲煞。我知影是我毋对，当初我应该带你做伙出去，也毋过即摆我已经毋是较早林俊生，我已经照顾你，弥补你，甲我转去好无？ 林俊熙，你实在有够烦的！我毋是甲你讲过，我袂甲你斗阵的啦。玉华，你听听我的口供，你也较醒。迄个老文爷根本就无爱你，伊是利用你。现在我要爱一个人的时阵，你都要出来迫害，敢不敢我无害你爱一个人心？
是我害你，是我剥削你做一个好老母、好太太的权利。我今妈妈真后悔，要我，给我一个补偿的机会好不好？你若是要补偿我，你马上就走。我今麦看到你，只有真加痛苦。你若真是同情我，你就放我走，走啊！你走啊！耀华，既然你遐尼坚持，我成全你。你若有一天后悔，我会等你。姚辉打开牙，就拄到这种代志，一定真头疼。奇怪，哪会这拄好？要求赔偿的车主，哪会拢住同一区？春生，你饮酒啊？我心内有错。是安怎啦？无去对人走，实在是真了然。玉华竟然改厌唔吃羹，我看到人家目睭金金，看伊互人欺负，家己煞无在哩保护伊，你讲？我是你真无路用，春生，我相信玉华早晚会了解你的心意。你莫艰苦啦，你不是讲人爱振作，你一定爱坚强。当玉华想清楚一天，你才有材料保护伊。我看还阁有机会。有，一定有。阁唔登去哦、喔！爸爷娘生气，妈来家登去。我感觉算阁是厝内啦，厝内人根本都无咧欢迎我。你莫安尼讲啦，啊，阁有我欢迎你啊！你别安慰我啦，我家己心内真清楚。其实爸爸我拍到真有道理，我竟然以为接受别人就会当将你放袂记哩，你敢知影？是安怎我接受何玉华？因为踮我上寂寞的时阵，伊拢会踮我身躯边咧陪伴我。也不过我是我娘希望陪伴我的人是你，我会需要何玉华，是因为我将伊当作是你的替代品。伊是伊，我是我，你安尼做是咧自暴自弃，你知无？感情的代志。我昨天已经看破了，
既然爸都跟你做伙，甲啥人是拢同款。哥，你哪喊你讲啦？何玉华是啥物身份？你敢去抓伊？自你甲我讲退婚迄天开始，我就想要离开台北，倒去南部。我无去，是想要踮咧台北加看你一下啊，甚至要等你回心转意。反正这件代志也好啦，安尼就会当逼我家己离开你，阿爸也会放我走。原来你选择何玉华，是挑一个要爸爸生气，倘好你等于南部对无？我来等去南部，就袂看到你甲戴慧遐尔亲咧。玉桂，我离开台北，阿爸有个公司的代志。你都要加较早完嘞！我来找爸，绝对袂让你等于南部。玉桂，玉桂，玉桂，你唔能怪我骗你，我安尼做也是不得已的。啊，阿姐。嘛有够咸嘞，头家嘛都爱了七嘴，食到叫林阿进才抓到。戴永辉早有这件代志啊，而且嘛把咱这搞放掉过，无咧想这件代志，一定是戴永辉咧变鬼。冇可能哦，今仔林阿进才来处理，戴永辉伫咧边啊急点点，伊敢有替你讲话？我看。伊是超工要看伊闹开，哼！伊若想要爽啊，我就陪伊爽啊。木兰，今仔日林妈进在，你讲到你利用何耀华偷摕红牌上个机密的事，才让我去想着。何耀华手链，应该唔拿你摕到迄两件铁锁。你是讲何玉华伫咧暗岗？爸，我就知影，感情的代志吼，都是欢喜甘愿。我也袂去阻止文贤，伊追求伊的感情。不过，啥物人找林进才新妇，会甘会听？我知影这件代志，让你真无面子，嘛让你真伤心。啊，不过，搁会发生这款代志，我嘛有责任，是我先交先去害着伊啦。若不是我，连伊讲要结婚，连伊搁反悔，去甲伤害着，伊嘛袂做出这种代志啊。本人接近何玉华，敢是咧赌气？搁个条件尔好，伊要找搁较好的女朋友嘛有，伊哪会去介意迄个结过婚的何玉华？那囡仔一向真捌代志，从来毋捌惹过啥麻烦。即个所发生遮尔大代志哦，我实感觉真意外。爸，你原谅哥哥好无？伊知影你生气哦，惊到拢唔敢转来。你就莫过来害我，过来搞搞定哦。即个代志就准妥算。多谢爸，我今仔日来甲哥讲哦。阿爸，姨夫。头家，这吴先生要找你。哦，我知影。刚才你叫我调查单手下律师，这是伊所有的资料。无代志。根本都无结婚。
啊，姚辉唔得。除了这以外，你还阁知影啥物？除了以前的详细啊，我哪阁知影啥物？啊，既然一直都无结婚，以前都要甲我骗讲伊阁嫁啊咧。海哥，我想来想去吼，敢若一种可能，姚辉就是我的囝。这点我有嫌伊过啦，啊，不过阿霞拢唔承认咧。我唔管承认唔承认啦，姚辉若真是我的囝，我是一定要甲相认的。啊，你敢有证据哟？阿霞若唔承认，你敢有法度？啊，即卖以后都遐尼发达，要认一囝，敢有遐困难？这个代志哦，不然咱正义集团的名声，所以你较辛苦。正义甲海哥真正无骗我，姚辉真是咧上班，无乌派。姚辉啊，你真是无共款啊，连我都认袂出来。姚辉，彩萍，什么代志？你看。人家新手要换车，甲要求赔偿的车主，哪会拢拄好放伫同一区？哪呢？真简单，这个车主可能是被咱叫来并鬼并怪的。哎，你这拄好，人无伫个。安尼啊。哦，咱先等下，明日再来。海哥，咱真来等一下啦。无。你来这创啥？对啦，啊，阿姨，我要跟你讲。姚辉若无信我，无啥话通讲啦。无代志，请你倒转去。啊，今日我来就是要跟你参详姚辉的代志。海哥，嗯，这你敢若真信哦？哦，啊，着为姚辉的代志哦，我来跟他抓啦。啊，真正是创敌人。公司到这啊，开车都免半点钟，我找个一天长年都找无啊。阿姨啊，阿哈若有心无咧找无吼，对讲住喺隔壁，你嘛找袂着。啊，都经过遐尼侪年啊。过来万分华，坚强姚辉行哇！啊，你嘛知义军伊伫真介意姚辉啊，对无？伊唔呐，干呐救姚辉的性命，伊为了姚辉啊，干嘛放弃美国那边的事业，留在台湾来陪姚辉啊？你知无？俺两个人即马在做汽车代理，哦，工课是真拍拼在做，嘛是真认真咧培养感情。我也想讲，恁两个人嘛是已经到嫁出来年岁啊，我嘛想抱一个孙咧，唔知想讲吼。哦，对啦，阿爷意思是讲哦，因为有这福气，甲你做亲戚无？无可能，我无可能跟你有任何牵连。啊，过去你因为蔡平的关系，来反对义军甲姚辉做伙，即摆姚辉啊甲蔡平分开啊，姚辉嘛好娶，敢毋是？天下敢有哈尼侪查某囡仔，任何查某囡仔伊拢会当娶？我就是袂当让伊娶义军。啊，咱即摆拢有戏啊！以前有啥物口角啊，莫用遐细碎。若双方有意害哦，也莫勉强伊阻止啊。
你给我这么做，到底什么原因？我娶到姚辉，想不想恁二十几年，都是无希望跟恁有任何的牵连。今嘛姚辉，直直恁进入集团，我已经感觉真怨叹。我绝对无可能，让姚辉去娶伊的查某囝，绝对无可能。 啊！我问你一件代志哦，你无爱让恁两个结婚，是不是因为恁两个是兄妹啊？你莫胡白讲，害我叫伊出去！我已经调查过啊，你伫看了后，你根本无结婚啦，啊？是安怎要骗我？你甲我讲老实话，叶辉是毋是我的后生？死也莫有命！我结婚两三天，伊就死啊，根本都袂好去登记。 这无命，你莫管遮啦，跟你无关系啊！姚辉身躯老贵啊，若是阿爷的，就按别个亲情，煞嘛无通阻挡。你莫阁讲啊，出去，出去！你干嘛出去？姚辉啊，就爱这，我这边该交你啦，你想要啊，讲代志，等我，出去，出去啊！阿爷。 先等下啦，你再搁讲啦。哦，我以后讲清楚呀，等下去厕所，你讲闹好啦，先等伊啦。行。梅姨，你去倒位啊？现在拢无来看我。 玉华，你妈安尼啦？你讲，我怎样唔是来啊？嗯？歹势啦！但前几日某对伊态度较歹，啊，真正是公司较无闲啦，唔通甲我计较吼。你看你啦，你规日唔甲才几工尔，就送到安尼。 明仔载我下班，我去买一只鸡，我订鸡汤给你啉，好不？唔免啦，我即马有闲，我会当家己煮。文贤，即马每工下班，你都来我即搭好不？你爱食啥物，我就煮啥物。嗯，免那用的，你只双手哦，是要用来赚钱的，袂了会当做是粗重工课的。 只要甲你斗阵，我愿意做一个平凡的主妇。讲实在啊，生你留下已经真够黑暗。我看你一人踮外口咧辛苦，我是真唔甘的呢。以后咱做伙，会好会歹。 我是不是会当顺利离开老家？是不是会当跟你结婚？这要靠你哦。靠我？嗯。咱准备开新的公司，若果说你有新的 case， 咱能提出重新开发。生意若做成，明天甲拍好出去。到时阵我会当无烦无恼离开老家，安尼我也得当打工。 点么你辛苦，变得照顾你啊！梅姨，若知影我手内无 case， 你是不是就不爱插我？梅姨，我不应该让伊知影有啊，还是无？哟，你两天两天拢不爱讲话啊！你是无相信我心？也是你认为我无迄个本事清楚 case， 无在了处理？ 唔是啦，我手内还阁有两三个 case， 只是我离开林家时阵，计闹到无爽快，而且我无想要对林家伤过绝情啊。唉，今日人在迄个无情无义，险要甲你拍死，你要替伊顾面子哦。
别再考虑我了。那可是你搁再丢丢我，咱两个人的未来就无希望了呢。阿姐，代志办了安怎？那点点啊？何会跟我手印到底要偌济 case？ 你捞出来未？阿姐啊，你免着急啦，食紧会弄破碗呢。你讲无唔对啦，何玉华遐还阁真侪 case。你有摕着？但伊即马情绪无好，惊我离开伊。那可是我即马阁改变，肯定也怀疑嘛。杨哥，你做你放心，我一定叫伊心甘情愿，将 case 交我。好啦，卖拖伤久啊，啊那无，伊会当面交我。阿姐，咱说过台湾一件代志，一定要给他说你的。那可是这件代志，阿爸知影，死狗，咱两个都害啊。等下我甲等咧，今麦正在处理汽车纠纷的案件，无应该无啥啥的，应该无遐尼紧，就怀疑对咱这来。也唔过，你千万唔通大意啊！你放心，我有办法对付伊。什么办法？找一个替死鬼，咱就会当徛关山看马相谈。那才多好，这客户拢住同一个地区。就这厝来看的，我怀疑这个替车纠纷有人挑过伊变工的。伤过分啊啦！是谁会做这么恶极的代志？我想啊，就两种可能，那是针对正义集团，就是针对我。这代志哦，恐惊无单纯，我请阿爸来处理好不好？不用，这个部门即马是我咧看的，有问题啊，我来解决。既然知有人要变空，我今日一个人哦，无法度应付的。我处理看卖啦。毕竟这是承认着风险，我冇拄过，算是无人机会啦。那安尼哦，你得爱家己较细腻。我知。姚慧，有一件代志，我要跟你参详。什么代志？你阿姐啊？即马吼，你妈妈一个人伫咧厝诶，你甲彩萍阁无伫咧，我惊伊也无伴。我想讲，家接转来厝会住，你讲好无？伊是无可能接受的。佮再讲，伊对正义集团成见上深，我今日告诉你去哦，伊叫赶出来。啊，唔过。伊讲啦，白话讲啊，照顾我妈是我的责任，我袂当互你安尼做。爸。哎。老师。小伟啊，在你阿妈，佮你讲代志。我来请教义军哦，一寡公事啦。哦，无代志啊，我先等。好，先等休困啦。啊，姚辉，我甲你讲个代志，你考虑看卖。拄仔来讲啥物代志啊？我想要甲妈妈接返来厝内住。啊，若无阿母一人伫厝个，姚辉佫毋敢返去，两个母仔囝一人一路，安尼嘛毋是办法。爸。你有赞成吗？姚慧的意思安怎？伊讲哦，伊妈妈对咱正义集团有成见，惊伊袂来啊。那安尼，你来尊重姚慧的意思，莫那勉强。义军啊，啊，即阵啊，
我看恁两个人的感情，敢那培养得袂歹哦。阮两个感情哦，较像朋友啦。嗯，也毋过我即摆来当，逐工看到姚辉，我就真满足啊。会当做朋友，就表示感情有进展。爸，恁若无反对阮做伙，我会等伊。我是讲较早吼，爸是无咧反对啦。我即摆，你著爱听爸爸的话，卖阁继续谈落去啊。爸，对感情的选择，我袂后悔啊，尤其是姚辉，爱一个人真简单，要一个人爱你，真困难。我若卖放弃，我相信有一天，我一定让姚辉来爱我。你滚！爸爸不准你安尼想，我无都看到我家己的查某囝，将家己青春在一点啊等，一点啊浪费。是安怎？因为公司买来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爸，莫讲，我讲不准就是不准。爸，今仔是安怎？文贤，爸，这里话，你找我什么代志啊？你是不是在怪爸爸最近都无咧关心你？免来会啦，爸爸一直都真关心我，对啦。其实我也知影，为了可以花的代志。你弄个相票啊，叫我收起。你嘛为着伊军退婚的代志哦，就感觉真无助，变到出不出去。伫厝里想袂开，才会行唔着路。讲起来，我嘛有责任。爸，不然，卖搁甲何永华搁个滴啊？过去的代志，爸爸袂甲你计较。继续好啊，打拼！爸爸，赶快支持你。爸，多谢你。阿妈，赶紧休息啊！阿爸，这关暂时已经过去。所来，但也会要过下一关，迄就真困难了。阿彪，真久无看呀，近来好无？又果是你呀、啊？真奇怪呢！恁正义集团人敢拢遮尔啊少年啊？敢要别人后壁放枪枪？莫遐歹声煞，我著知影一见面你就会动气，毋只用这步的，把你稍冷静一下。你安尼叫我啥物啊冷静啊？我无歹意，有代志要找你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无下圣旨，就表示我有诚意啊！你要是，我一枪就听给你动掉。我当然相信，但是我知影你袂安尼做。你平常怎了吧？我看会出来，你是一个假生意人。我来找伊，就是要和你讲生意。你有钱通赚，干嘛抬我？讲生理是，你看好清楚，我这支马仔就是恁斗的，这条小我袂甲正义集团送的，以后我甲恁讲生理，你是不是在喊我？
不是跟正义集团，是跟我。老一军长前，你背一支马仔啊，这是道上的规矩。算起来你已经真好教运啊！啊，那我要跟你合作的代志，甲你含正义集团的恩怨完全无关系。你是巧巧的人，你应该听我啦吼。免讲这尔多，啥物计划讲出来听看卖。好，你甲我有一个共同的敌人，就是陈耀辉。我希望咱两联手，甲除掉。除掉陈耀辉？无唔对，我相信你唔愿永远做人的下手。林进才一心想要甲陈耀辉除掉，你若是会当甲陈耀辉挽掉，一定会当得到林进才的信任。啊，那呢？以后就免惊无迄个机会，坐林进才的位。我知影，老正义即马甲陈耀辉听命命，已经威胁到你的地位。也毋过你无方便出面，才想要利用阮红霸集团来对付。对无？无错。这笔钱你先收起来，以后咱就是徛江边的。你加一个朋友，也就是减一个敌人，你家决定。文贤，耀华，我知影你无爱我来，我实在袂放心。我今嘛，敢毋是过得真好？咱无需要搁见面啊，请你走。我是原谅你。你离开厝的时阵，什么拢无查。佳琪，先收起，我即摆随走，保重。你是安怎？文言，你回来啊！你敢知啊？我为透早等到暗时，为暗时等到半暝，我的心内才惊的。我不是已经跟你讲过啊？最近公司较无闲，你能听无？文言，你别跟我讲过。你愿意为着我放弃一切，啊！不过，现在我拢感受不到你对我的爱和关心。哎，相公，我咧无咧关心你，无咧爱你，我是不是来看你啊？不是，我有一种无好的感觉，我感觉我真紧就失去你，文言，我已经什么拢无啊。你不应该怀疑我。好了好了好了，玉华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带你的啊。带我？真实的？当然是真的啊。也不过，不过什么？你紧讲。那假使我娶你哦，阮爸一定会将我赶出去啦。为了你，这拢袂要紧。也无婚姻这件代是真现实的。那假使咱两个无经济基础，咱两个人生活是要哪过？
听我的话。之前我跟你讲过，开公司计划若较出成功啊，咱就会当永远做伙啊。已经把宏宝集团内底的 case 拢搞好啊，等公司若开，咱就先结婚好不 ？Case，case， 我哪有什么 case？ 我哪有什么 case？ 你卖逼我！你讲啥？你讲你无 case 啊？无唔对，这摆好玉华已经两手空空，我什么都无啊！我是去用赶出来，已经不是过去好玉华，我无啊，我什么都无啊！你骗！谁在骗我？文贤，是不是我已经无利用的价值？你都不爱理我，你是不是一直在利用我？文贤，文贤。文燕，你以前跟我讲的话，感觉拢是虚情假意。文燕，我为着你，已经什么都无啊！我求你，我求你，莫放手我好无？什么？文燕，文燕，你想怎么样对待我？你想怎么样对待我？文言，你心肝内这么残毒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